胰糖是什么？胰糖也被称为麦芽糖胰和麦芽糖浆，是生产历史最为悠久的淀粉糖品，以酶制剂液化、糖化、精制、浓缩而成的。它是一种麦芽糖含量介于高麦芽糖浆和麦芽糊精之间的淀粉糖品。在过去，胰糖是以大米等谷类为原料，用麦芽糖化酶作用制成的一种甜味品。后来，人们逐步以淀粉代替大米生产胰糖。大正时代开始用活性炭脱色生产精制胰糖，后来欧美地区开始用酸糖化法生产胰糖，它的风味和耐热性比麦芽法好。日本还有一种粉末胰糖生产，工艺方法是将胰糖用喷雾干燥法脱水成粉状。胰糖的主要用途是造酒、加工糖果、果汁饮料等。